媳妇问公公死亡证明，婆婆骂破吧，被起诉。婆媳不和是常有的事，但告上法院那就严重了。故事发生在去年，桃园有个家庭，公公去世，全家在医院讨论后事。媳妇说需要死亡证明，公司好请丧假，婆婆一秒暴怒，理解破吧。媳妇觉得这两个字是侮辱，决定告婆婆。婆婆坦诚有骂破吧，但反咬媳妇推她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但就破吧这两个字来说，通常是拿来骂女生贱女人、泼妇之类的意思，是一句不雅的话。检方也认为医院是公共场所，婆婆出言不逊，算是公然侮辱，依法将她起诉。华东新桃园报道。